解脱了。你在干什么？老金，后边有两个人跟着你，好像要打劫，咱们连到了药铺都不进去。你赶紧回去看家，去我先生。你的事儿对于我来说就不是闲事。好了，别说了，我还有事，你先回去。干什么？为什么跟着那个人？关你什么事？说什么人？钟子波打我的阿哥呢？为什么跟着他？他是共产党。你不用那么紧张，那两个特务被我摆平了。好好你怎么这么看着我呀？我还真看不出来你是共产党。你都知道了，不是我要瞒着你，只是我们有我们的组织纪律，不能随意向组织以外的人透露身份。现在你已经知道了，你要是不想受连累，你就走吧。老金，你跟我说说，共产党都干什么？就是我以前跟你说的，共产党就是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。当然了，土匪做到你这份上已经不错了。别瞎说，我们根本不算是土匪。虽然我们占山为王，但我们劫富济贫，替天行道，算起来我们还是夷陵老百姓的土地公、守护神呢。这只是你的梦想，可惜还没有实现，你就已经临阵脱逃了。我相信你是一个有良知、有抱负的中国人，趁着年轻应该振作起来，为国家、为民族做些事情。爱情、尊严、威信失去了可以找回来，可是如果丧失了信念、丧失了斗志，那么你就只能永远沉沦下去。你看走眼了。秋瓷，你这是？我想搬过来住。搬到我这儿来住？那太好了！来，我给你拿。哎呀，这就对了，这才是夫妻嘛！可哪有两口子不住一起的？哎，秋瓷，我觉得咱们俩有一床被子就够了。我不习惯，我还是习惯一个人盖一床被子。行，听你的。秋瓷，今天挺累的，要不然就早点休息吧。我先去换套衣服。大地大好吃愁，好男儿心里不应该只装着愁。你以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爹吗？我救我爹，同时也是在救你。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交归交，路归路。
你我今生的缘分到此为止。这个地方不陌生吧？一小队的鬼子被你们打得灰飞烟散，替老百姓报了仇啊！我带你到这儿来，就是想让你再看一看这只拳头，用小鬼子的血印上去的拳头。想当年，这只拳头挥到哪里，哪里就能听到鬼子的哀嚎，国人的欢呼。可是如今呢，他到哪里去了？我给你的那两本书你也看了，那篇纪念刘和珍君有这样一句话：真的勇士敢直面惨淡的人生，不管你经历多少的苦难，你都要鼓起勇气去面对。你是王汉奎，你是大当家的，我还能做回那个大当家吗？我还能做回之前那个王汉奎吗？再锋利的剑藏在匣子里，那也是一块废铁。日本鬼子的野心绝不止于东三省，不久之后，日本鬼子就要全面展开侵华战争。汉奎，出拳的时候了。一安，一安，我真服了你了，那有什么好怕的呀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怕。你那不是怕，而是你根本就不爱他。他是你的丈夫，你总得试着接受他呀。要不这样，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想着他多么爱你，想他可爱的时候，想他感动你的时候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一定可以。可我那个时候满脑子都是王汉奎呀。那你就强迫自己不想王汉奎。想你的包子哥。科斯回来了，小姐。爹，秋子，爹，
爹，这三年你都去哪儿了？你快告诉我，快告诉我，你是怎么从井里边逃出去的？啊！我青丝，这些年爹过得很不容易。当初要不是王汉奎逼得那么紧，爹也不会想出这个办法。对不起。什么？你都知道爹还活着，你们一直都在骗我。孩子，爹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啊。爹，你没有别的办法，为什么就要骗我？为什么唯独就要骗我？逼我跟包子结婚。我说，你和包子你们俩人从小青梅竹马，感情深厚，再说他对你又是百依百顺的，你跟他结婚爹放心呢？为了让你放心就要毁掉我的幸福吗？本来我是要和王汉奎在一起的。不要再跟我提王汉奎。要不是因为他，我们父女怎么可能三年都见不到面呢？阴谋，这都是你的阴谋是吗？爹，你不但毁了王汉奎，还毁了我。不是我让你和包子结婚就毁了你了？啊？不是，他有什么不好吗？什么都好，但是我不爱他。爹，别说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孩子，爹也实在是没办法呀。当时我听说王汉奎带着大队人马进城硝烟，我就知道他这次无论如何也不会放过我了，所以呢我就和包子呢商量出了这条对策。在修风水井的时候，我建了一条秘密通道，而那通道的入口就在水下，直通府外。王汉奎那小子再精明，他也想不到我们会有这招。其实啊，我这么做呀，就是想让你呢离开王汉奎，才出此下策的。秋瓷，王汉奎那小子他是不可能因为你放弃仇恨的。你们俩就是勉强的走到一起，那最后也只能是一场悲剧。其实说一千道一万，爹这完全都是为了你啊。不是你就真忍心为了那个小子就不认我这个爹了？秋瓷不会了。好了，我们出去吧，让他自己静一静。
绝不会满足占领中国东北。他们正末兵立马，准备发动全面的中日战争。不过时间呢，不会太快，他起码要准备3年的时间。干爹，嗯，日本人真的能打到夷陵吗？全面战争会不包括山东吗？我答应过秋瓷，如果日本人打过来，我就……豹子，你对秋瓷的感情，我非常感谢。但是我们没有第二种选择。这3年多的时间呢，我在东北贩卖鸦片，得到了不少日本朋友的帮助，特别是麻铁。就连现在我这个行政督察专员的身份，都是他帮我争取到的。可是国民政府给我们什么了？啊？连你们这个县长、局长都是花钱买来的。国民政府刚刚成立不久，可是腐败的程度啊，堪比晚清。他就是不亡在日本人手里，也会亡于共党。我们呢，都是这乱世中的小人物。既然我们左右不了大局，就只能认清形势，找一条最适合自己的稳妥的路。我说，我没有杀你爹。我没有杀你爹！我没有杀你爹！我杀不了他的人，我也要入他的心。王汉奎，我把你气坏了！由爱故生有，由爱故生不。若离于爱者，无忧又无怖。大师请留步，弟子愿皈依我佛，求大师成全。怎么会在这儿呢？你不是应该跟王汉奎在一起的吗？你听谁说俺和汉奎哥在一块儿？没有吗？俺和他尘缘已尽，自从他离了家，俺们就再没见过。你不是嫁人了吗？怎么会来出家？一言难尽。其实我爹没有死，当初我冤枉王汉奎了。你说啥？你爹没死？你爹不是投井自尽了吗？投井的是我和王汉奎，我们俩都掉进了一口想爬也爬不上来的陷阱。
那既然是个误会，你就去找汉奎哥，他一定需要我。该去找他的应该是你。有件事儿，俺也不想再瞒你了。那时候李局长找过俺，他让俺给汉奎哥的酒里下药。下药？他没有毒死王汉奎？不是毒药，俺也不知道那是什么药，只知道吃了以后就能让汉奎哥跟俺睡觉。李局长说菜包子会想办法让你看见，等你彻底死了心，汉奎哥就是俺的了。可是俺没同意，他们就在俺打酒的时候偷偷往酒里放了药，后来就变成你看到的那个样子了。你也知道俺喜欢汉奎哥，他那样俺拒绝不了。他喝了酒，药力发作，他把俺当成了你，嘴里念叨的都是你的名字。他说他这一辈子只爱你一个人，他把你刻在了骨头上，刻在了心上。即使你不要他了，你不爱他了，你嫁人了，你死了，他还是爱你。第二天醒来之后，他给了俺一个二少奶奶的名分，然后就走了，再也没回来过。你相信吗？除了你，没有人能在他的心上刻呀、画呀，私欲不能，俺更不能。去吧，去找他，俺不跟你争了。一切都太迟了。不迟，你不知道他有多爱你。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就剩他。秋森，你回来了。你怎么了？你这个畜生，我杀你！秋森，你干什么？秋森，什么东西？你把刀放下，有话好好说。没什么好说的。为什么要害我和王恒坤？为什么？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，你也怪不到他头上吗？我们没害你啊。让李虎往王汉奎的酒里下药，你没有故意带着我去看王汉奎下毒，这怎么回事？我就想让他忘了王汉奎。我杀你！哎，小叶，楚存，要杀你杀我吧！你问我不干吗？你疯了！我是疯了，我快被你们逼疯了！这么爱你，这么对待我吗？你们就是这样爱我的吗？你们非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我和王汉奎的痛苦之上吗？好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你都不要活。楚辞，
秋瓷，如果爹知道你今天这么痛苦，那我宁可死在王汉奎的手里，也不会做那些事情。千错万错都是爹的错。如果你今天实在想杀人的话，那你杀我。已经这样了，你何必糟蹋自己呢？是我对不起王哥，是我害了他。你不是没和包子在一起吗？幸好我守住了最后一丝尊严。不只是尊严，还有希望，你和王汉奎的希望。你去找他吧。人海茫茫，我去哪儿找他呀？你想想，除了依林还能去哪儿？如果你们有缘分，就一定会找到的。天职是上学，工人的天职是上班，这是要搞组装军队。国家你乱套了吗？军人的天职是什么？为什么不去打小日本啊？对，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。那我们行动的目的就是要呼吁政府收回不抵抗这个错误的命令。错误的命令，错误的命令，政府有政府的考虑，不需要你们的操心。政府考虑是当权者的利益，不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。日本人在我们的国土上烧杀抢掠，每一个具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答应。对，不会答应，绝对不会答应，不会答应。放心吧，凭什么抓人？烧杀抢掠的又不是我们，你们凭什么抓人？对，你们凭什么抓人？凭什么抓人？不要为难学生，我跟你们走。不能走！同学们，不能跟他们走！别担心，我们没做亏心事，不怕狗咬人。我王汉奎进监狱不是一两次了，我们怎么进怎么出，别怕，很快就出来了。没事。麻烦问一下，在这儿住店的有叫王汉奎的吗？没有看到。登记簿借我看一下行吗？哦，好的。我就是没看到这么一个人呐，你还不信？谢谢啊。你们说到底该怎么办呀？那能怎么办？就是老金和王汉奎都被抓了，还能怎么办？你说什么？王汉奎被抓了？你认识王汉奎？我认识的，他被抓到哪儿去了？
这会儿应该在守备司令部监狱吧。老金，这游行的效果不大，加上政府不支持，想要抗日还得跟小鬼子真刀真枪的干。我们有队伍，可是中央军连续围剿，我们的队伍连根据地都出不去，怎么打鬼子？这中央军有力气剿共，没力气剿鬼子。这声音大点还得蹲大牢，这他娘的什么势头？马匪，干嘛？先生，记住，不管他们问什么，千万别冲动。知道了。要审就审，审完快放人。十座，那是过去，现在叫司令。这么大的官亲自审我呀？哼，你还说你小子几年没动静，一出现就给我找麻烦。十座，司令。是司令。官儿迷。现在政府刚刚命令禁止游行示威，你小子顶着风往上走，还是个带头的，你是不把政府放在眼里，还是不把我冯大脑袋放在眼里啊？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国家。当年你不打是因为上头的命令，现在你不打也是因为上头有命令。司令，什么时候你可以自己做主，为我们百姓做主啊？要是人人都能做主，国家不又得四分五裂，回到军阀作乱的时代？那总比被日本鬼子糟蹋强。现在是东三省，明天就是全中国了。你爱怎么想怎么想，我现在就放了你，但你必须给我滚出济南。进来。司令，你先出去。是。现在麻烦大了，姓金的是共产党。你怎么会跟他走在一起啊？司令，那你有什么打算？你可以走，姓金的必须枪毙。那不成，这姓金的跟我一起进来的，如果你要放我走，他得跟我一起走，要不然你连我一起毙了。你小子怎么不明白呢？现在上上下下剿共剿得热火朝天，我眼前就有共产党，你却让我不抓，你想让我变成无头将军吗？那正好，我把这姓金的也带走，离司令你远远的。你司令，当年你欠我一条命，我现在就用这个恩情换老金的命。好，咱可说好了，你救过我的命，我也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，我现在就可以放你走。你们要是再回到济南，我抓到就杀。好。卫兵到。去，把姓金的放了，用我的车送他们出城。是。谢司令。好了，滚滚滚。您好，我找冯司令。有通行证吗？没有。没有通行证不能进入司令部。我叫徐秋慈，以前在冯司令手下做过军医的，麻烦您帮我通传一下吧。司令部的规定就是，闲杂人等一概不允进入。拜托您了，就行个方便吧，就让我进去吧，冯司令一定会见我的。真的不行，你回去吧。郑团长。哎，徐大夫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找冯司令，麻烦您帮我通传一下。你找司令有事吗？王汉奎被抓了，我想替他求个情。我记得当初你俩就形影不离的，怎么样，结婚了吧？还没有。哦，你放心吧，司令已经把他给放了。放了？司令用自己的车把他送出城的，王汉奎还答应司令他永远不会回济南了。
去找组织，听从组织分配。好。你又不是我们组织的人，你跟我走什么呀？老金，你过河拆桥啊！为了你，我济南都待不下去了。你这么快就想把我撇下？我回去啊，会向组织上汇报你的情况的。你呢，先回夷陵。我不回。你熟悉夷陵的环境，还有一波人马，你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壮大。等日本人打过来，这就是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。老金，说实话，我真不想回那个地方。我知道，对你来说那是一块伤心地，可是国难当头，为了国家和民族，你必须抛开个人情绪。我好了，只要是抗战，在哪里都一样。好，老金，那我就听你的话，我在夷陵等你的消息。嗯，还是那句话，听从组织分配。打当家的，请。啊，我借了。借了好。保安团中了我们的圈套，损失惨重，这下子应该不敢再上山了。两边呢就这样搁置了。咱们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了，这老黄牙的家底用的也差不多了，这下一步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。那这样好了，明天我回家一趟，把房子跟地给卖了，应该可以维持几年。嗯，这也是个办法。六哥有没有好好安葬？行动队一把火把酒楼给烧了，六哥和兄弟们都在里头了。第二天我本来想去找你的，可是路口被警察给封死了，我也没法去。有没有相竹的消息？自从你走了之后呢，他也跟着走了，大概是去找你了吧。他娘的，一走就是三年，二爷真想狠狠揍你们。行，韩奎，现在回来了。这大当家的位子还给你。咱们兄弟谁当家都一样啊？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。我不服众啊，大家伙儿都不听我的。他要兄弟们投奔共产党，但是兄弟们不爱去啊。这投奔共产党是一条正道，在哪儿都可以战斗，不一定要离乡背井。那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啊，咱们一样待在这儿，保护一方水土，等共产党来了再加入他们。行啊，在济南待了三年，见识见长啊。我不同意。怎么了？共产党规矩那么多，我受不了。规矩多你还不是听我说的？再说人家那叫组织纪律性。咱们呢先看眼下啊。大家呢，我说两句。其实不止兄弟们盼着你回来，周围十里八乡的乡亲们也都盼着呢。这两年呢，乡亲们受到土匪的欺负，也受到官兵的欺负，他们过得真是不容易。对。好，从现在开始，咱们重新开始。那你打算怎么干呢？既然回到老营故了，我的根就扎在这儿，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再也不会抛下弟兄们不管。咱们跟以前一样，先打土匪，壮大自己，再向菜包子叫板。好，好，好。现在就去告诉弟兄们，大当家的又回来。走，走，走。
汉奎，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。听说徐怀菊没死，还当了什么督察专员。徐怀菊没死，那秋瓷对我误会大了。你还没忘记他？那你去找他呀。别打扰他了，还是让他好好过日子吧。